你哋好嗎？好開心今日有機會喺大家我哋方班全級面前表演啦，咁亦都好榮幸可以代表我班40個人喺大家面前有少少分享啦。其實咧，我覺得今次活動咧係好有意思嘅，應該係我哋中五畢業前最尾一次大家坐埋一齊有少少分享咁啦。籌備呢個活動嗰陣咧，過程其實好難忘。當我哋班好多人一齊為咗同一個目標而努力，為咗同一個理想而奮鬥嘅時候咧，真係好感受到團結就是力量呢句話嘅意思。佢哋真係好掂喺度咧。張宇兩位同學，同埋各位嘅班會幹事。當然唔少得每一位曾經付出努力過，衷心多謝每一位班醫同學。無論今日嘅表演係點咧，佢哋喺我心目中已經係 number one 噶啦。希望你識唱，跟住一齊唱啦！幾開聲唱呢首歌。
好聽喎、哦，大家知唔知呢首係咩歌啊？係吹得好好咧。今日嚟到呢度咧，唔知道大家一落嚟個七堂，你打算點過咧？你打算係瞓覺啊？你想打算係做其他嘢啊？定係真係好留心咁樣享受呢一堂？咁其實諗翻起咧，我哋剩翻嘅時間原來真係唔係好多嘅啫。但係咧，最緊要咧，我哋今日呢班同學，我哋聚埋一齊咧，最緊要知道點樣去活在當下。我哋要識得點樣去珍惜我哋嘅眼前一切咯。嗯，咁我希望咧，今日落嚟呢首歌咧，可以帶俾大家一個好深嘅回憶。咁咧，喺與此同時咧，我亦都好想請一個人咧，同我哋一齊唱呢首歌。呢個人咧就係、是。最尾嘅表演環節啦，希望咧大家會中意呢首歌。係啊。下雨天總掛念從前，球場上那可愛片段，不見又已一年，期望再會面有朋友。就算心永未遥远，但这刻盼望见，即使重聚再见。